money that out and acting out of your life. Yeah! 上细听台顶学生讲的是英语，加上动作和大家不时传出笑声。为着要参加英语话剧比赛，学生是用了真侪精神来练习。然后英语讲得好吗？就是蛮烂的，对，原本就很烂。怎么办？啊？怎么办？补强啊，不然怎么办？跟我们老就我们老师要教的这样。啊，你会不会觉得英语话剧比赛只有讲一句好可惜？没有，不会啊。为什么？因为英文不太好讲吗？啊，就有演就不错了，有就是团结到就好了。I am Cinderella。哦，演Cinderella会不会很困难啊？会。困难是什么？就像我穿这样。啊，讲英文会困难吗？会，太多了，很难背。一般人要在台顶演戏都已经真困难，学生唔呐爱呐演，佮爱呐讲英语，真正唔是简单的代志。他知道戏怎么样，可是就是动作啊，然后还有那个情节，那个内心戏的部分比较难把它呈现出来，可能就是平常要再找一些相关的影片，让他去连接，说照这样子的话，你又碰到这样的剧，这样的情绪的话，你要怎么样去把它适度的表达出来，这样子。除了在上课学课本上的英语以外，透过香港各举办一连串的活动，要测验英语能力，观摩大学生的英语话剧表演，然后让学生自己用英语歌唱演出。学会目的其实很简单。现在学生的竞争力很重要，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把学生培养成竞争力融入教学里面。一连串的活动，我们只要目的啊，要给学生啊培养他们的语文的兴趣。从我们各种活动里面呢、啊，给他们觉得学英文并不是那么难的。剧本的直播真人演出，让大家看个真欢喜。在活动中，会当让学生体会，其实学英语嘛真趣味。记者林依林采访报道。